问仙君。起来。你是要来调阅命簿的吗？我现在就去帮你拿。不必了。那仙君是来陪在你身边。啊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从今往后，本座就以这种形态陪在你身边。是你，你让我给我变回来，立刻马上。你为何生气？哼，你还问，你怎么能这样捉弄我？本座哪有闲工夫捉弄你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希望长恒配在你身边不是本座。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人性，对感情，就这样一窍不通。强者不需要懂。真是没救。那你说到底要如何你才能开心？我想见的是长恒仙君，真正的长恒仙君，不是你假扮的。此事也简单，本座现在就去把他绑过来陪你。你不许去打扰他，怎么能这样胡来？再说了，你要是去找长恒仙君，他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给灭了。算了，我还要去准备仙考，我得准备。